上什么学？家里没有钱让你去。但是我想念事情就是没有。不用，我小时候也没上过学啊，有什么差别？我要去上学啊，大家叫我出门。你不要每天都往外面跑，你这样子会丢我的脸。能把你养这么大已经不错了，还跟我扯这些干什么？我要去上学啦！闭嘴！不要跑！给我回来！嘛是的，你给我过来！丢进去！干，这次一个差三角。喂，阿妹，喂。喂，等下。你敢知影这次几点啊？你甲恁那生意袂囝哦，要吵去别里吵啦。无啦，我只是咧教饲囡仔啦。你想要把恁家的囡仔顾好，即摆外口真白乌白菜人的满世界，我无想要阮家出门再嫁一个。无啦，我的囡仔无问题啦。问题就是安尼。你真是要避暑啦。问题就是安尼啦，后盖袂使安尼啊。干笑。
到啥？哎呀，那壁顶的细节都唔敢安尼，哦，你害我真头疼呢。太衰了。哦，最近安怎？药有继续吃无？有啦。哦。昨昏吃完啦。我甲你讲哦，啊，情绪管理这方面哦，哦，爱家己较自觉，较自觉淡薄啊。哦。啊，你遐咧？遭罪算啊。你有介绍出来去看医生无啦？啊，顶回检查出来，才咧讲，才讲是安怎？视觉失调。哦，安尼哦，哦，对，我想起来，有啥物，拢较歹讲，就是先天病啊。啊，安尼。啊。以前医生我嘛唔知啦，看医生。连钱都无通吃饭啦，搁咧看医生。啊，一个月的钱，我。我知，我看会出来。为什么在社会上吼有遐多无贡献的人浪费资源安尼啊？遐辛苦该饲大汉，啊结果咧就只无路用。我若有这路囝吼，我早就甲断掉。啊，各位出水该当搞减者。是啊，我嘛有我的苦衷啊，总是袂用咧直直减啦。哦，我一摆无准时叫，拢是我咧找你。